凛冬将至，很多正在拍摄的剧组逐渐收尾，这段时间有很多古偶剧相继杀青，电视剧的原著基本都是小说，漫画占了很少的一部分，而很多漫改的作品也没有出现爆火的现象。更糟的是，还影响到了原著的口碑。对于喜欢国漫的粉丝来讲，《 斗破苍穹作为国内人气最高的玄幻动漫之一，动漫版的苍穹在建模上赢得了漫迷和观众的一致认可。斗破女神更是将该漫推向了原本不属于它的高度，那百万级别的特效更是让观众赞不绝口。这部动漫之后也被改成了真人版，然而漫改之后却出现了口碑和评分极度下滑的惨况。首先是道具特效十分的拉胯， 武器的塑料感十足，且五毛钱的特效让漫粉直呼辣眼睛。尽管男主饰颜值与人气兼备的吴磊，也没能让整部剧支棱起来。作为一部漫改后的作品，没有强大的特效，基本是毁了一半了。这种漫改口碑不如原著的案例，并非只有《斗破苍穹》。肖战一个颜值兼备演技的演员，从在《庆余年》中扮演的严冰云一角，就慢慢发现，在演技方面的有很大的潜力。 之后主演的陈情令更是让他一举成名。肖战还是唐三，吴宣仪将不再出演第二部《小五另有其人》。《斗罗大陆》对于很多观众或者漫迷来说却是一部经典，被漫改后被很多人吐槽吴宣仪扮演的小五和唐三没有半点的 CP 感。就在近日，网上突然传出来了第二部启动的消息，肖战还是担任唐三这个角色，不过女主将不再由吴宣仪出演。 作为女团出道的她，在演技方面还有欠缺，既没有小五的灵气，也没有将小五可爱的灵魂展现出来。肖战配上迪丽热巴，仅的两人的粉丝基础和颜值，估计都能够撑起整部剧了。选一个和肖战很搭的女主也很重要。其实，在第一部拍摄之前，就有很多观众对女主的选角给出意见，但是当时的片方并未采取广大网友的意见，而这次的选角如果是迪丽热巴， 想必赞成的观众还是有很多的。除此之外，在特效上也不能马虎了事，毕竟原著中的打都画面真的很精彩。